7月25号哈，然后星期六的在地生活，在地希望生活节的一个相关的资讯。那这看这个表就很清楚，在地希望生活节是我们7月25号星期六下午的2点到9点，在台北市政府的市民广场。那在这个地方呢，我们会有五大主题馆，那就是 Color 的是表示的是地方县市特色馆，然后 Starter 是在地创新馆 ，Maker 是手作创物馆。Dreamer 是人生海海馆，然后 Handicraft 是创意跟二手市集，就是刚才提到的手手市场。那当天主席也会，蔡英文主席也会跟大家在现场，然后一起带着大家参观各个摊位，然后一起来预见点亮台湾的一百种方式。主席在这一次的选举当中也多次的提到了创新、就业跟分配这样的一个施政方向，所以我们也结合了结合主地的新创团体，然后本土品牌，那期待在这一次的在地希望生活节里面，它可以汇集各些成果，然后来翻转我刚所讲到的以大城市为中心的发展思维，啊，凸显在地精神，啊，也让新世代的朋友们看到我们这样的一个新的力量哦。那我们邀请的这些团队们呢，集合了在地的文化、创意的思维，然后社会公益的这个不同的一个摊位，然后大概会有将近100种的一个在地创意生活的方式。那当天也会有点亮舞台这样的一个表演，然后有蔡英文主席到各摊位去跟大家聊天，然后跟大家请益，然后也希望由蔡主席带着大家来了解大概将近100种的台湾在地生活。我会发布这一次的这个募款小物，因为小英主席有特别宣示说，我们这次一样会延续我们小额募款的方式，所以当天我们会发布前2项的这个募款小物。未来不在他方，希望就在家乡。7月25号，在地希望生活节，欢迎大家一起来。